由客家免费主办的2019客家面展，筹备下组的重镇经验堂来开幕的。过去三年的面展，也被邀请的115名艺术家展出超过150件木匠用材质的作品，每样东西来规模千台一百。展览同艺术家就面临成本周时态展期，呈现出木匠用时代对客家生活的影响。将将个天庆上表现出改变个客家曲调，为年人去纪念客家每展开幕。两百个展览，实力充足，安静优秀，闹热是只展期，呈现出罗中强木匠用时代个客家印象。年龄层是打破限制的，那么来看到从最老的一辈的陶艺，乃至于漫画。这你说以后呢，客家迷展、客家迷风呢？有特殊的素材都带出来些的哈，也会展现出一个客家民风的特色啦。在中山台展起安葬的创作图，用艺术家注意到客家建筑，用五行元素来设计木墩，所以提炼了安用的好想法，用雕刻来做办法。安个建筑啊，种啊金木水火土，哈，水土的关系啊，七行哈，土啊，吼土的等过系偏啊。新生台展起的创作者陈千妮，将基督家乡庙里的形象用水彩画出来，手上表现出古用山水的意象。那庙里大家地都是山城啊，就是很多山啊、水啊、湖啊，所以我主要是截取那些自然的景象，把它转化成一种跟色彩、跟造型的那种意象，把它穿插在里面。两百展览很多木匠用石台、核心艺术家的作品来展出，整理做画册，透过艺术作品的历程记录，呈现出客家文化的历史演变。为了本乡下当年有几幅欣赏，展览撒下来，每回到庙里、屏东、顺辉展出。客家新闻台面村苏伟贤台北报道。